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平安，愿神的恩典每一天都临到大家当中。好得意啊！我咧有一个习惯嘅，而家每朝早咧，一定咧第一时间咧睇手机嗰阵咧，我去第一时间，我去第一个 app。大家估下我第一个时间去咩 app 度啊？唔系 WhatsApp， 唔系其他地方，系天气。是天氣，無論是自己本身的天氣那個的 APP， 或者加拿大準確的 APP， 都去。那呢，很有趣的，我去看回那個 的天氣報告的時候，每天都不一樣的。就算你聽日說天晴，聽日呢，再時候都可以不一樣的。那給我什麼感受呢？就是这个世界变得很快，很多东西人真的控制不到，人是预知不到的。唯独你仰望那个神，你就发觉很奇妙，当你每天望着天气的变化万变的时候，你就发觉神是一个很得意的神，他的创造力，他的创造的能力，他的创造的想象力，你是估不到的。所以今天主日里面，我们不单止去敬拜神，我们试一试用一个艺术的角度去想。我哋试下咧，嗱，今个礼拜你见到个整体嘅天气咧，你见到乜都有噶，低温度有，高温度有，太阳晒有，落雨有，行雷有云又有，唔应该有嘅天气都有。但系咧，我哋都试下谂谂，咁多唔同嘅品种，就化成嗰啲嘢，就系化成赞美神嘅一啲音符，一啲音乐。原来咧，唔同嘅变化万变的天气可以制造一个很靓很靓的音乐音符去赞美神的。如果今天我们可以加上我们的声音，连埋呢个所有去创造一起赞美神，何等的美好！我们要一生的赞美我们的神，赞美这个创造的主，这个主所创造的一切为爱。我赞美我们的神，一生当称颂。不想转，无穷的爱，我国要。我再嚟一次啊，因为咧头先咧 technical 嘅嘢，咁我哋希望咧可以 catch up 翻。
岳父去站命接落地敬拜，虽然我哋敬拜系有嘅小问题，齐颂造物上主无穷的爱，万国要跪拜他，他尊贵圣洁，荣耀造物大恩，全出于他口里，心中唱出颂赞的歌声，全他的恩，他倾出生命，是最永远的生命，赐我新盼望，必靠主得胜。啊，一生当轻重，或是苦苦，永远都赞颂，权能万世不变，齐颂造物上主无穷的爱，万国要跪拜他，他尊贵圣洁，荣耀造物大恩，全出于他口里，心中唱出颂赞的歌声，全他的恩，他倾出生命，是最永远的生命，赐我新盼望，必靠主得胜。啊，一生当轻重，或是苦苦，永远都珍重，权能万世不变，他倾出生命，是最永远的生命，赐我新盼望，必靠主得胜。啊，一生当轻重，或是苦苦，永远都珍重，权能万世不变，永远都珍重，全能万有的你。圣经里面有一段经文想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其实很熟的，大家都都让我讲一次啦。在创世纪的一章26-30节，他讲紧人啊，创造人的时候，经文话神啊，我哋要照住我哋嘅形象，按住我哋嘅造人，令佢哋管理海里边嘅鱼、空中嘅鸟、地上边嘅牲畜，同埋全地并地上边所爬嘅一切昆虫。讲完之后，神就照住佢自己嘅形象造人，并且照住佢嘅形象做男做女。跟住神就赐福俾佢哋，同佢哋讲话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要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边嘅鱼、空中嘅鸟同埋地上面各样行动嘅活物。神话睇啊，我将遍地一切结种子嘅菜蔬同埋一切树上面所有核嘅果子，全部俾你哋做食物，像嘅走兽同空中嘅飞鸟，并且各样爬喺地上边有生命嘅物。我将青草赐俾佢哋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呢度咧讲开一啲嘅重点，唔知大家睇唔睇到？我自己睇到就系嗰一个嘅人嘅责任，人嘅管理。神咧创造我哋咧，其实系要我哋去管理。点解？因为神话佢唔会喺地上面做呢个工作，但系佢信得过我哋做得好，因为喺咁多样佢创造嘅，我哋系 perfect， 系最完美嘅。佢信我哋做得好。所以他将这个管理的差事给我们，他不单止教我们怎样去管理，并且他跟我们说，当你肯管理、肯治理、用心的时候，将遍地一切都给我们，祝福我们。
亲爱朋友，我哋咧再一次感谢神。好多时咧，我哋真系唔知道其实人嘅责任系乜嘢，但系咧，我哋感谢神喺主日嘅里边盼望。呢啲经文再一次提醒我哋，神俾个好大嘅能力我哋去管理，因为佢爱我哋。我哋希望咧透过呢个主日，我哋唔单止敬拜我哋嘅神，喺呢个时间透过诗歌，我哋咧先数算翻神喺我哋生命里边有咩恩典先，以至我哋再一次思想完之后明白到，原来神俾我哋嘅差事系一份何等高尚嘅差事。希望我哋嗱下一首歌咧系比较欢欣开心嘅。诶，我咁，我而家坐喺度有啲限制，因为我有全部都限制，唔好似我咁。大家可以嘅时候咧，邀请大家起身。行不行？我现在不看不到你们，但给几秒的时间喐一喐自己先。我们用最开心最精神的一面去到赞美神的恩典。我们今天的生命气息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好不好？我们来了，做运动的动作的时候，想起神给我们一切所有的东西，我赞美神。琴声鼓声一起奏唱，高唱万有主宰，是你恩典呼说怜悯，让我看见雨后有彩虹，云彩天空一起欢呼，诸天唱和全因你，让我感恩思想你大爱，流泪撒种必苦苦收割。 I love you Jesus, I love you Jesus, Jesus you love me, 你用永远爱爱我，永久不变慈爱诚实常常围绕我，你用大爱拯救我。I love you Jesus, Jesus you love me, 我要永远永远俯伏你脚前，用我心唱出赞颂声韵，让我每一夜每一天数算主恩。琴声鼓声一起奏唱，高唱万有主宰，是你恩典宽恕怜悯，让我看见雨后有彩虹，云彩天空一起欢呼，诸天唱和全因你，让我感恩思想你大爱，流泪撒种必苦苦收割。 I love you JesusI love you Jesus, Jesus you love me, 你用永远爱爱我，永久不变慈爱诚实常常围绕我，你用大爱拯救我。 I love you Jesus, I love you Jesus, Jesus you love me, 我要永远永远俯伏你脚前，用我心唱出赞颂声韵，让我每一夜每一天数算主恩。 I love you Jesus, Jesus you love me, 你用永远爱爱我，永久不变慈爱诚实常常围绕我，你用大爱拯救我。 I love you Jesus, Jesus you love me, 我要永远永远俯伏你脚前，用我心唱出赞颂声韵，让我每一夜每一天数算主恩。我一起同心去祈祷。亲爱的父上帝，我们再一次多谢你，再一次多谢你让我们由你的创造里面看见你何等的奇妙，你何等的不一样。当人掌握到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会自过你的万变，透过你的能力告诉我们，我们愿意俯伏在你的脚前，因为你永远是最好最好最伟大的。并且我们多谢你，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你创造的人，无论男无论女，我们有生命气息，我们有你而来的形象，更加重要的，我们能够接收到你给我们这份荣耀的差事，就是管理你地上一切的万物。主啊，这个的执事职分是何等的荣耀。主啊，你信得过我们，并且你知道我们是会做得好，因为你不断地跟我们一起做，陪我们做。
所以主啊，今日我哋喺度，除咗我哋去一去享受翻，去回应翻你俾我哋呢份荣耀差事嘅恩典之外，更加紧要嘅就系你冇放弃我哋。透过耶稣嘅爱，你永远提醒我哋，我哋永远都唔配，但系耶稣嘅爱洗净我哋。当我哋冇能力嘅时候，你加力俾我哋做得好；当我哋唔够嘅时候，你俾多啲我哋能够我哋完美整件事情。主要喺呢个万变嘅里边，确实有好多嘅纷扰。但让我哋重新嘅喺主日嘅里边，我哋唔怕迟。喺主日嘅里边，重新嘅去翻你嘅面前，定睛喺翻你嘅面前。用呢段时间，我哋唔单止赞美你，唔单止开口，唔单止跳舞、击鼓、琴瑟赞美你，我仲要用一个嘅安静嘅时间，再次思想翻你喺我哋生命里边嘅大作为。多谢听我哋嘅祈祷，求你继续喜悦我哋嘅敬拜，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透过现在这个的环境其实很乱的，虽然现在我们在疫情里面，由三月到现在已经过了很快已经半年，但其实都是很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乱到呢，真的有时候去想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时间都没有，以至到我们想不到。很有趣的，人和神的关系就是这样，你越想得少，你越想得不清楚神要我们做的事，越想得不清楚，就越不肯定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对还是不对。盼望我们用以下的诗歌再一次的去到回到神的面前，跟神有一个的接触，一个安静，重新听回其实神要我们做的事是什么呢？用我宁静。盼望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的时候，真的好好的想一想神给我们的能力，神给我们的岗位，我们应该怎样做得好。神气之中，我寻求神话语，每分一刻感激主多爱宠。日光之中，人流离在多变世俗里，阿圣灵求你引导我祷，用我宁静听候在你的跟前，一心一意愿寻求你的旨意，藏你怀内渴万事变得空虚，光辉不再。愿我此刻知你是神，愿我得享安息在你手里。神气之中，我寻求神话语，每分一刻感激主多爱宠。日光之中，人流离在多变世俗里，阿圣灵求你引导我祷，用我宁静听候在你的跟前，一心一意愿寻求你的旨意，藏你怀内看万事变得空虚，光辉不再。愿我此刻知你是神，愿我得享安息在你手里。我宁静听候在你的跟前，一心一意愿寻求你的旨意，藏你怀内看万事变得空虚，光辉不再。愿我此刻知你是神，愿我得享安息在你手里。
我多谢我哋嘅主耶稣喺我哋喺佢喺心物里边，永远当我哋系宠儿一样嘅爱我哋，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俾佢。三百五十蚊啊！你够唔够钱啊？我够钱啊！喂，我其实唔想买啦。点解啊？因为我要 save some for offering。月月点解头先话唔够钱买嘅？你有嗰度好多钱噶喎。因为要 save for offering charity saving。妹妹，你有冇咁做噶？ Yeah.当圣诞节啊或者新年你有利是的时候，你是不是这样 allocate 啲钱噶？ Yeah. OK， 你去咗边个 charity 动呢个啊？你记唔记得啊？No. Food bank 啦，系咪啊 ？Yeah. OK， 大家好，今日 Eno 邀请我分享一下我哋家庭奉献嘅一啲嘅细节啦，或者心得。咁心得唔敢講，只係一啲我自己覺得有關奉獻嘅想法。第一啦，我唔知大家睇金錢奉獻係一啲必須定係非必須嘅使費。咁我可以講，作為一個基督徒，奉獻係必須嘅，金錢上奉獻係必須嘅。咁我自己有個習慣，就係喺我哋每個月嘅開支裏邊，當然喺我一張spreadsheet 一張嘅記錄裏邊，會睇到奉獻幾多啦，同埋大約嗰個比例係點樣樣。咁我會擺咗喺一啲必須嘅開支裏邊，等我知道喺任何嘅不需要嘅開支以上，奉獻係其中一環。咁第二啦，有啲人話幾恆常啊，各樣。咁我只係講奉獻係一個基督徒嘅責任。亦都係一個基督徒，我會講係投資永恆，投資喺神嘅國度裏邊嘅一個投資。如果大家自己有儲開錢、有投資嘅，都相信投資你係希望有一個回報。咁我相信神亦都係好對我哋係好好，只要我哋願意忠心向神奉獻，神係會有多而有多嘅恩典俾我哋。咁呢個嘅呢兩個嘅信念或者呢兩個嘅概念喺我開始奉獻嘅時候已經有啦。咁至於有好多人話啊，奉獻咗之後會唔會生活嘅質素有好大嘅改變呢？可以話有，可以話冇。當然你奉獻咗金錢嘅時候，你其他嘅使費有好多嘅調整。一啲不必要嘅使費可能要再減略一啲，但係我可以話俾你聽，喺咁多年奉獻嘅功課裏邊，我哋家庭唔會因為奉獻咗而少咗錢，生活質素低咗。只要係神經過奉獻，更加俾我哋睇到我哋忠心嘅奉獻，佢更加祝福我哋，更加教導我哋點樣去管理我哋嘅金錢。最後啦，亦都係喺奉獻嘅功課裏面，神俾我哋更加懂得理財之外，更加懂得去關心身邊嘅事、身邊嘅人。喺我哋自己嘅學習裏面咧，奉獻俾我哋有一個更加愛人靈魂、愛身邊嘅朋友或者社區嘅心，因為你會成日關注到一啲真係喺社會有需要嘅人。可能是不是次次都是金錢上的幫助饋贈，但你亦都會有一種在奉獻得出來的一種的心態，是在你的收入裏面預留一部分去出去幫助社會，幫助身邊的人。那這個就是在我或者我們家庭裏面學習到奉獻的功課。那希望大家亦都會同一樣會努力奉獻，努力去為神去忠心。多謝大家。
OK， 弟兄姊妹，平安啊！感謝今天神帶領我哋今天早上又再一次嚟到去敬拜佢。今日係金錢系列嘅第三講，好多謝耀堅佢嘅一家人嘅分享啊，真係同今日嘅講道咧係非常之配合嘅。想先問候大家究竟在疫情當中大家有沒有面對經濟的壓力呢？會不會擔心自己的工作呢？經濟的來源有所影響呢？如果是的話，有的話，求主幫助我們，又幫助你能夠面對今次的疫情，特別在經濟上面帶來對你的壓力和影響。让我们一起祈祷再一次，好吗？交托给神，好吗？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当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我们会面对大小不同的困难，包括在经济上面的，这个真的占了我们的思想，占了我们的生活一个很大的部分，因为每日的所需的开支，每年、每月、每日、每年的开支呢，都是很大的，需要用錢來到去 cover 的。但是我們求主給我們來到學習到，認識到你是那位掌管宇宙萬物的神，我們有一位擁有一切的天父，讓我們知道你會供應我們一切所需的，從過去到今天如此，相信從今日到將來也必如此，讓我們更加看到在金錢的事上，上帝你的教導是給我們一個什麼的教導，讓我們明白，讓我們掌握。求聖靈今天與我們同在，聽我們祈禱，帶領我們進入聖經的真理，奉靠主耶穌基督聖靈求，阿門。好，那在今天的金錢系列第三講裡面，我想跟大家重溫一下上兩堂咧嘅講過嘅有關金錢嘅一啲嘅教導先嚇。咁第一就係咧係用屬靈嘅眼光嚟到睇金錢係好重要嘅嚇。金錢係好現實啊，就好簡單嘅啫。數下有幾多就係幾多噶啦，係咪？咁但係咧，原來咧當聖經教導我哋要奉獻金錢嘅時候嚇，咁金錢。原來奉獻金錢是一個屬靈的角度來的，來到去看什麼叫做奉獻的，為什麼要奉獻金錢。好，那我們在亞伯拉罕 那段經文，創世記第十三章的13和14節裡頭就有講到，一切都是從神而來的，我們要用錢來到去尊榮神的，這件是很重要的事。原來金錢奉獻是代表住我哋承認上帝祝福我哋，我哋所擁有嘅一切咧係從神而嚟嘅，然後我哋用神所賜俾我哋嘅咧嚟到去尊榮神。嗱喺崇拜裏頭咧有金錢奉獻啊，但喺崇拜裏頭啊，啱啱我哋做完嘅係乜嘢啊？係唱詩歌係咪啊？點解崇拜裏頭有唱詩歌㗎？係咪神好中意聽歌啊？係咪詩歌好重要啊？有可能陳好喜歡聽歌的，但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其實我們的詩歌是一些敬拜的詩歌，在這些敬拜的詩歌裡面，是代表著我們來到神面前去敬拜祂的時候，是帶著一個感恩和讚美的心來到去唱詩敬拜神的。所以更重要的，原來唱詩的背後，所以我們不叫唱詩，很多時候我們叫敬拜的。唱詩的背後是代表著我們有一個感恩和讚美的心，是吧？所以呢大家都明白了，我唱為什麼要唱詩歌啊？我想感恩，我想讚美神，我有這個心來到的時候，詩歌就幫我來到去表達我對上帝的感恩和讚美了。那金錢奉獻是什麼啊？原來我們拿著一些金錢奉獻的時候呢，是代表著我們對神的心，是承認我們所擁有的是從上帝而來的，是上帝祝福我的，我將從上帝而來祝福我的來到獻上給神，
呢個係神嘅教導，讓我哋知道咧，我哋咧嚟到去尊榮佢啊！呢個就係金錢背後咧喺一個好重要嘅真理喎，所以一個基督徒咧奉獻俾神係一種唔單止啊咩嘅需要啊，教會嘅需要啊，更超越呢一樣嘢，就係話我哋對神嘅一種嘅尊崇，一種嘅敬拜。所以金錢的奉獻背後有這樣的意義的，在創世紀的第13和14章的裡面，一個人唱詩聽不聽到啊？黃牧師唱詩歌你們聽到啊？剛才伊諾帶領我們唱詩歌，我們聽到伊諾唱詩歌，人會聽到我們唱詩歌，但只有上帝看到我們有沒有個感謝和讚美的心。所以呢，星期日我經常都鼓勵大家準時嚟到敬拜，個原因就係、喂，神等好想聽到你嘅心聲，你嘅感謝讚美佢嘅心啊！所以咧，我哋一齊嚟到準時嚟到唱詩歌，獻上我哋感謝讚美俾神，神會好悦納。奉獻都係喎，原來奉獻咧，人可能睇到你奉獻喎，係咪啊？但係更重要嘅，只有神知道咧，你有冇對佢一個尊榮嘅心啊！所以金錢奉獻咧，第一講嘅時候咧，就講到好重要。一切都是從神而來，我們要用神賜給我們的東西來到尊榮祂。第二講，上一次我講到一個路加福音第12章，是講到屬靈的眼光看到金錢的奉獻，還有一個深層次，就是原來是提醒我們是要將我們的心放在屬靈的事上。金錢的奉獻原來是代表著我哋將我哋嘅心放喺屬靈嘅事上，點解呢？呢個就係路加福音嗰度提到我哋咧，唔好做一個無知嘅財主啊！因為咧，耶穌教導我哋，千祈唔好貪愛世上嘅錢財啊！因為咧，嗰個無知嘅財主咧，一直好多嘅豐收，然後咧，豐收多到咧，佢要成日都係諗住自己點樣賺多啲錢，然後咧足夠自己一世嘅享樂。然後對自己的靈魂說：我有咁多嘅財富，咁多錢，我靈魂咧無憂無慮啦，攤世界啦。上帝就話：哎呀，這個無知啊，點可能用物質去滿足你嘅屬靈嘅生命呢？這個人雖然外表富有，但係屬靈嘅生命內心卻係貧窮得很。所以咧，金錢嘅奉獻咧，提醒我哋我哋雖然喺地上邊賺錢但係咧呢啲係會消失嘅，會過去嘅。當你嘅屬靈，當你嘅生命一失去嘅時候，呢啲地上嘅財寶歸誰呢？所以喺地上邊需要生活賺錢，但係更重要奉獻金錢係提醒我哋自己，亦都提醒我哋向神表達，就係話我哋嘅心係放喺屬靈嘅事上。我哋嘅心在哪里，我哋嘅財寶，我哋嘅財寶在哪里，我哋嘅心也在哪里。所以咧，金錢奉獻咧，提醒我哋咧，要將我哋嘅心放喺更重要嘅事上，就係屬靈嘅事上。你有幾多户口啊？黃牧師問你。你唔使話俾我聽。你自己知喎，可能有好多個儲蓄户口、往來户口。跟住咧退休嘅，我就有個退休計劃嘅户口。細佬哥細啦，我要將來要供他們讀大學，我又有一個叫做教育基金某個戶口，然後有一個免稅戶口，我賺錢多了不想打稅，省回多些錢，我有個打稅，哇，很多很多很多的戶口。親愛的弟兄姊妹，奉獻提醒我們，你必須要開一個積財寶在天的戶口，一個天國的戶口。所以很重要的是這件事，開了沒有在天國的戶口，代表著你原來還有一個戶口很重要的，就是在天國上面你要積蓄財寶在天上，所以奉獻有這樣的提醒屬靈的意義。好，今天講到奉獻還有另一個屬靈的層面，就是今天的主題智慧理財。初頭我講理財有道，我講想用翻咧呢個經文裏邊咧，其中一個好重要嘅重點係耶穌教導我哋嘅咧，就係要有智慧啊！智慧理財啊！我哋好想用錢去尊榮神啦，我哋咧又想積財寶在天啊，個心已經放咗喺嗰度啦。但係實際要做到金錢奉獻咧，
最一個好關鍵嘅因素咧，就係你要懂得理財，管理你嘅錢財。雖然你好有心奉獻，雖然你好尊榮神，但係你唔善於或者唔適當管理你自己嘅錢財嘅時候咧，你好難做到奉獻。所以奉獻，如果一個人要好好嘅侍奉喺教會侍奉喎，咁咧你會發現咧，哎呀，原來我要好好管理自己嘅時間同生活啊，因為咧人人都好忙，再要翻埋去教會侍奉，原來信咗主咧又要讀經，又要祈禱，又要崇拜，又要團契，邊有咁多時間？係咪？原來你做一個基督徒，你必須如果真係要忠心侍奉到神嘅話，又讀經又祈禱又崇拜又團契嘅時候，你必須要好好管理自己嘅時間同生活。如果唔係咧，你會發覺好辛苦啊！所以咧，我哋有陣時忙到好辛苦，唔想讀經，唔想祈禱，唔想崇拜，唔想團契，係因為我哋管理得我哋嘅時間，安排我哋嘅時間同生活咧，那個出現咗問題。奉獻一樣，如果你要好好做到奉獻啊！不是说突然间我有笔钱我就奉献，没钱我就不奉献，而是做到一个忠心奉献的人，你必须好好管理自己的钱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圣经的教导。耶稣要教门徒要有智慧管理他的钱财。当你做到这一点，你就发觉，哎呀，原来奉献金钱不单止不是一件难事，並且是一件美事，還是一件開心的事，還是一件神所喜悅的事。講就是這樣說，很容易，但是真的事實就是說你怎樣理財的呢？弟兄姊妹，當我們從聖經說我要做一個好的管家，好好的奉獻給神的時候，原來神是想我們好好管理自己的錢財，你的財富怎樣分配呢？我們一起來到當提到管理的時候，伊諾剛才都分享到一個很重點，其實管理就牽涉了兩件事，一件就是你的責任，你要清楚知道自己有什麼的責任，一定要的，錢我一定要負責任的時候我要做些什麼，錢要怎樣分配。第二件事就是當你有錢的時候，上帝托付給你的時候，意思就是表達了你有你的自由，怎樣運用你的自由，上帝所給你的來到去有智慧的運用呢，這個就是智慧理財的兩大要訣，清楚自己有什麼責任，一不清楚你就很難管理的了。第二，你要有智慧運用自由去管理你的錢財，這個就是很重要的。所以你不懂的時候，可能好像俾一大筆錢你嘅時候，但係你唔識管理咧，你好快脆可能花曬冇曬，咁就叫做浪費之財啦。就好似咧《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嘅浪子一樣，要求咧佢個爸爸咧俾曬佢啲遺產佢，咁佢攞咗呢筆遺產咧，聖經就形容佢浪費之財，好快就話冇曬啦。咁呢個咧就係唔係一件正確嘅事，唔係啱嘅事啊。所以咧，當我哋話啊，基督徒要做好金錢的奉獻，上帝是希望我們教導我們要智慧理財。什麼是智慧理財呢？我們看看這段經文，就是路加福音第十六章一到第十三節，聖經那裡這樣說，耶穌又對門徒說，有一個財主的管家，記住管家，所以是講到關於管理的，聖經很多管家的比喻，就講到一個財主嘅管家咧，別人向佢嘅主人咧就告佢咩啊？浪費主人嘅財物。主人就叫佢嚟啦，就同佢講：你聽見我聽見你這事怎麼辦？把你所經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作我的管家。好明顯，主人叫佢嚟就話俾佢聽：你到底做咗啲咩事啊？主人聽到了別人告他浪費之財之後，他就決心不再請這個管家了，辭退他。但辭退他之前呢，他要求他所經營的交代明白，即是主人托付了他一些責任，
佢做唔到啦，主人咧辭退佢，但係主人仍然俾咗啲自由佢運用個佢嘅權力嘅喎，所以咧你快快脆將我交託俾你嘅嘢白紙黑字交代清楚啊，所以就有咗呢段時間咧，俾呢個管家咧嚟到去點樣向主人交代明白啦。咁之後咧，那個管家就心裏説啦：，哎呀，要交代俾主人聽，點辦好呢？咁佢更加最大嘅 worry 就係擔心嘅係乜嘢啊？主人辭我，不用我再作管家喎，我將來作什麼呢？哎呀，我呢度冇工做咯，將來點呢？坐低啊，冇力，討飯怕羞，我知道怎樣好。哇，竟然俾佢諗出一個好竅出嚟喎！呢個好計咧，就係咧，好叫人在我唔作管家之後，接我到他們家裏去。咦？佢諗到，如果我做啲乜嘢嘢，我哋冇咗呢份工啫，但係有好多人可以接我去佢哋屋企喎，我咪有得做啦。可能係繼續做管家啦，可能請，可能係接待佢啦，請佢食飯啦，諸如此類嚇。咁佢就諗咗咁樣，好快脆就諗咗呢個嘅一個嘅好嘅計劃啦嚇。咁咧，於是原來佢嘅計劃就係咁啦，就係把欠他債主人嘅債嘅咧，一個一個叫嚟，然後問頭一個説：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說100 裸油。管家說乜嘢？拿你嘅章，快坐下寫50。又問一個説：你欠多少？他說100 石墨子。管家說：拿你嘅章，寫80。啊，原來主人好信任呢個管家，連所有合約、買賣嘅合同、借貸嘅合同，都係交俾呢一個管家全權負責嘅。在最後呢一刻，管家運用咗呢一個自由，因為主人要佢交代明白啊嘛，因為主人乜都唔知喎，嗬，主人或者信得佢太緊要喎，嚇嘅時候咧。啊！佢話快啲將翻啲帳單交俾我，咁佢就諗咗呢個嘅計劃啦。啊！叫嗰個人嚟，你欠我主人幾多？改哇！如果你係嗰個債仔啊，點啊？哇！聽到呢個管家咁好嘅，俾我修改，因為佢有權去做呢件事啊。咁咧寫下呢100 裸油，啊寫50得啦。嗰、那個欠100 石墨子嘅，其實呢度都係好多嘅，表明呢個財主咧係好有錢嘅喎，係咪？咁咧佢就。咁就啊，欠100 石墨子嘅就寫80，哇！係，原來佢用咁嘅做法結交咗好多呢啲主人嘅欠債嘅人，然後將來呢啲欠債人多謝佢，你冇得做，你我屋企啊，就係佢用咗呢個方法。對於我哋嚟講，嚇、啊這個、呢個咧就係、是、我哋嘅文化。呢、這個唔誠實嘅喎，唔啱嘅，係啊。所以聖經就話呢個人係不義嘅管家，唔忠心，唔誠實。但係耶穌想藉住呢個故事，呢、這個比喻講乜嘢呢？最後一個結論就係話呢個故事，呢、這個比喻裏邊嘅主人就竟然誇獎呢個不義嘅管家做事聰明。嗱，佢仍然係不義，仍然係不忠心，主人仍然辭退佢。但係主人發覺佢真係幾聰明嘅。耶穌點解要講呢個比喻俾我哋聽呢？可能以下呢一句説話咧係路加自己寫落嚟嘅，又或者係可亦都係故事嘅本身都唔出奇，但係唔重要。最重要嘅係佢想話俾我哋聽，今世之子在世事上。較比光明之子更聰明，咩意思呢？今世之子就係呢個嘅管家啦，嚇不義啦，唔誠實啦，但係佢做事咧都有聰明喎。喺呢件事上邊，竟然懂得喺危機嘅裏頭冇工做啦、失業嘅裏頭，竟然諗到一個好好為自己將來嘅去向有一個打算。所以咧，主人讚佢聰明，教俾光明之子就係呢班嘅門徒，就係、是、一班信徒，一班基督徒，佢哋咧係光明之子。啊，意思即係話啊，竟然咧，耶穌想提醒我哋，
我哋做光明之子咧，唔單止忠心，都要有聰明啊！咁睇下落去係咪真係咁嘅意思咯？喎，好啦，啊，下一節啦。咁講完呢個比喻啦，耶穌就話啦：嗱，我好多時耶穌講完個比喻咧，就解釋埋俾啲門徒聽噶嘛。啊，究竟耶穌講呢個比喻點解咧？點樣應用呢個比喻咧？喺當時候，耶穌就話：我告訴你哋。要藉住那不義的錢財結交朋友，到了錢財冇用的時候，他們可以接你們到永存的帳幕裡去。嗱，好明顯啦，耶穌講完個比喻，而家解釋啦，又或者應用啦，教啲門徒，你哋都要聰明，唔單止要忠心，都要聰明。就要藉住呢啲不義嘅錢財，就係指我哋喺地上邊賺到嘅錢，再嚟點樣運用啊？我哋第一知道我哋有責任啊，管理用賺到嘅錢嚟到去啊完成我哋嘅責任啊，養家啊，交摩幾出啊，交水費啊、電費啊等等等等，係咪啊？除咗知道嘅時候咧。又要仲有自由喎，一個管家有自由噶嘛？上帝賦予咗我哋權力去自由嘅運用金錢噶嘛？但係上帝會有一日問你交帳噶喎，弟兄姊妹記住喎，啊咁嘅時候你點運用啊？啊，係咁，我哋就運用上帝俾我哋嘅自由咧，啊，做好我哋嘅盡我哋嘅責任，同樣咧喺呢度教導我哋咧要有智慧。呢個智慧咧就係用嚟結。交朋友，在路加福音里面的朋友，耶稣跟什么朋友结交？什么朋友的十五章又讲到耶稣跟很多罪人，咦，用钱来去跟罪人结交？不是啊，用钱的意思是结交的朋友是将福音传给他们的意思，就是在路加福音，路加特别强调我们要多嚟到向嗰啲冇能力還錢、冇能力生活、有需要嘅人、貧窮嘅人。既然上帝俾你多，能夠完成你嘅責任之餘，更加原來上帝俾你多，係叫你去幫助那些冇能力、有需要、貧窮嘅人，以致。原來咁樣結交咗朋友嘅咧，啊，就係能夠將到了錢財冇用嘅時候，總有一日錢財係冇用嘅，或者會失去嘅。他們可以接你們到咩啊？永存的帳幕裡去喎。哦，原來運用地上嘅金錢，對建用嚟建立別人嘅永恆生命，包括咩啊？傳福音，包括咧栽培信徒成長。建立永恆的生命，因為將來當這些地上的錢財不再需要沒用的時候，原來那些人是可以接你到永存的帳目，出現了這個永恆的觀念。原來我們用地上賺來的錢來到做建立人永恆生命的事，能夠將來享受永恆的價值，這個就是上耶穌教導門徒，這個就是智慧運用地上的金錢，不單止忠心，還要智慧。所以呢，提醒基督徒，哎呀，你跟隨主不單止要忠心，並且要智慧，但是忠心和智慧是很重要的，就算你很有智慧，就好像這個不義的財主好聰明，有智慧，有急財，在危機臨危不亂，但是他不忠心，上帝仍然不給他交託他重大的事由。所以耶穌進一步去解釋，人在小事上忠心，忠心是首要的条件，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
所以上帝睇到嘅，我俾少少嘅事你做，俾地上嘅財寶你，睇下你點，睇下你忠唔忠心。如果見到你能管理地上面嘅錢，管理地上嘅事，好忠心嘅話，上帝就自然更加將一啲更重要嘅事、大事交託俾忠心嘅人。而你唔能夠喺最小嘅事上忠心，係不誠實、不義，就喺大事上，上帝發現就係好難交託更大嘅事俾你。所以第十一節就話啦：，倘若你們在不義嘅錢財上不忠心，誰還把那真實的錢財托付你哋呢？對門徒嚟講，不義嘅錢財，地上面賺嘅錢就係、是呢個意思喎。咁真實嘅錢財呢度好緊要喎。耶穌要將真實嘅錢財托付俾門徒喎。跟住乜嘢係真實嘅錢財呢？仲有第十二節，佢話：倘若你們在別人嘅東西上不忠心，連喺地上邊你翻工，老闆托付你做嘅嘢，你都唔忠心。管理你自己的家又不忠心，賺你的錢又沒有運用在你的責任上面，又不忠心的時候，誰還把你們自己的東西給你們呢？什麼意思呢？那些真實的錢財是什麼呢？自己的東西是什麼呢？其實就是提耶穌告訴門徒，最少的事就是錢。如果連管理錢財你都 不忠心，怎能夠將永恆的事、屬靈的事托付你管理呢？那些是真實的錢財來的嘛。那些是什麼？可能是上帝的羊來的嘛，可能是教會的事，可能是真理，可能是福音，上帝要托你去傳福音，托你去教聖經，托你去管理教會，托你去牧養一些人的時候，這些是大事來的，這些是永恆的事來的。上帝就提醒門徒，你們要在金錢上面的事忠心有智慧，上帝就會把真實的錢財、永恆的事情，將屬於你自己的東西，什麼屬於你的，就是你積財寶在天的東西，就會多加給你了。這個就是這個經文強調忠心是很重要，但是忠心仍然要加上智慧和聰明，那你才能完成上帝托付給你的工作。能忠心就是能夠專心侍奉一個的主。所以耶穌結束就是說，一個仆人不能侍奉兩個主人，不能護借過愛那個，不是護借過愛那個，就是重者過輕那個。你們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馬門，馬門就是錢了。所以很重要，講過金錢的時候，錢是很重要，耶穌很明白。但是原來在屬靈的角度，地上所賺的錢是什麼事啊？最少的事。什麼是大事啊？永恆的事，和人大人信主，建立人的生命，讓人有得救的確據，永生的把握，讓人屬靈的生命堅固，這些是大事，是真實的錢財，是屬於你的，是上帝想你在天上積財寶在天所得到的錢財。不是好像那個無知的財主，我在地上賺到很多很多了，100萬、1000萬、1億萬，然後我將這些1000萬、1億萬帶上天堂，我的靈魂就享福了。上帝說你是無知啊，地上的錢怎能帶上去呢？地上的錢不是用跟你屬靈的生命不是掛鈎的，不是直接的，反而就是說你專心侍奉神，忠心侍奉神。聖經話耶上帝話：那些你所需要的，我必加給你。上帝原來睇我哋，俾我哋多少嘅時候，係睇我哋是否忠心。越忠心，佢就將真實嘅錢財，將你屬於你天上嘅財寶，上帝俾你。
就好似你對仔女咁，哇！如果佢好聰明，好識管理錢財，你好放心，仔啊女啊大個啦，嚇，你可以自己去管理錢啦。細個你就限住佢點用啊？你咁樣啊，嗱，我俾$1你啊，今日記得奉獻啊。啊！佢真係拎去奉獻喎，下次你就俾$2佢。嗱，今次奉獻$2啦，嚇又多啲啊，又奉獻喎。咦？但係如果你俾個仔女$1奉獻啦，奉獻啦，啊佢竟然買咗嚟咗買糖喎，下次你唔夠膽俾佢$1奉獻，更加唔會加上去，係咪？親愛弟兄姊妹，耶穌教導門徒要忠心，也要有智慧。忠心同智慧其實係相關聯嘅。好。總結一下呢個比喻，耶穌嘅教導，門徒唔好做一個不忠的管家。我哋睇上文下理咧，呢度有一個意義，就係佢影耶穌嘅教導係影射緊呢啲貪愛錢財嘅法利賽人。15章，耶穌同好多罪人一齊吃飯，法利賽人就議論耶穌啦，點解同罪人一齊食飯？耶穌就要教導門徒啦，你唔好好似法利賽人咁啊！你係我嘅門徒，你要明白點解我哋要結交呢啲罪人朋友，因為佢哋未認識主啊，佢哋需要福音啊！啊，點解佢哋認識主需要？因為上帝對一個罪人悔改啊，係好開心嘅。耶穌用咗3個比喻：失羊、失錢、浪子嚟到解釋上帝。睇見罪人悔改，何等歡喜快樂！但係法利賽人睇唔到啊，係咪？呢度同樣，法利賽人喺第十三到十形容耶穌，形容佢哋係貪愛錢財，其實佢哋係不忠嘅，對於上帝嘅律法，對於上帝嘅托管佢哋管理嘅，所以呢個被人告發佢浪費主人嘅財物咧，佢影射緊呢啲嘅法利賽人。主人就話：我唔再用你哋去管理啦，啊！主人要佢哋交帳啊！但係到最後時刻，啊，呢個比喻啊，形容咧呢個管家咧有聰明，運用佢餘下僅有嘅權力嚟到為自己作咗將來嘅打算。耶穌就藉住呢個比喻教門徒：你哋唔單止要忠心，並且要有智慧啊！忠心同智慧其實分唔開嘅，所以聖經成日教導我哋嚇，使徒行傳又咁講，保羅書信又講，要選一個忠心嘅管家做執事，又大有智慧啊！忠心係基要條件，但係忠心唔等於愚笨，唔等於唔變通，忠心智慧都係忠心嘅內容嘅一部分。所以聰明智慧去運用上帝俾我哋管理嘅嘢，忠心對責任負責，但係咧原來仲有智慧用自由去運用上帝所俾我哋嘅，即係因為你有多啊嘛，係咪？上帝俾你嘅多而有多嘅時候，你就要用智慧去運用啦。啊，我完成曬啦，交曬摩羯啦，仲有錢剩喎，點啊？哇！喺交曬摩羯、交曬水電費，仲有錢剩喎、啊！等我咧買多架買多架靚車先，我已經有3架噶啦，買多架擺喺度做乜嘢？係咪？你要諗下喎，點用喎？啊，食咗佢咁樣，點解啊？嗱，咁你話唔係喎？我請人食飯，請啲咩人食飯啊？請啲微信主嘅人食飯。哇！係咁咧，可能你又唔同，我幫助窮人啊！呢個係睇下上帝。上帝睇下你點樣運用呢啲嘅上帝俾你嘅嘢，你都有智慧去運用喎。啊，門徒要作忠心同有智慧嘅管家，門徒要學習智慧運用管理天父嘅金錢，呢個係我哋要專注嘅過程啦。啊，要做忠心同智慧，咁乜嘢係忠心同智慧啊？原來要學嘅，親愛弟兄姊妹，奉獻係要學嘅，小朋友要學奉獻。是要教的，是要一步一步教。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奉獻金錢，我們明白原來奉獻是代表我們對神的尊榮，奉獻代表著我們的心
是在屬靈的事上積財寶在天。如果你不奉獻，你賺很多錢又不奉獻，你的心慢慢就去了世界了，很危險的。所以上帝呢有時提醒你要奉獻，不是因為上帝沒有錢，不是因為什麼需要，更加提醒你你的心放了去哪裡，弟兄姊妹。好，當我們的心放在上帝那裡，所在屬靈的事上，所以我們學習奉獻就要學習好好管理上帝給我們的金錢。怎樣學習呢？下一章我們應用一下，就是呢、什麼叫做智慧理財呢、我不是理財專家、我不是很懂得，但我都要管理自己的錢財。王牧師都要奉獻，是不是？王牧師學了、信主到現在學了幾十年、奉獻是什麼的時候，我相信上帝第一件事教我，我那時候都很困難的，即係開支很大，又有養四個細路哥，又要計劃他們將來 讀大學，很大 的困難的，係咪？仲要奉獻作傳道人的時候，還有很多 在錢財上面，我要很多的學習。在這個過程當中、上帝至少給了一些指引我、來到怎樣學習管理自己的錢財。第一，我們要將金錢奉獻成為管理財務和預算的重要一項，很重要的，即是說如果你要好好的奉獻，那你要將奉獻納入為你是一個必須，是你的責任。因為如果你不是這樣做的時候呢、我交水費、電費、摩記、娛樂、買衣服、吃東西，咦，剩下一些那麼多了，奉獻，那這個呢，如果沒有剩甚至不夠的時候，那就更加難奉獻了。所以奉獻那難就在你的生活裡面，在你的預算裡面，在你的財務管理裡面，是可有可無。這個可有可無呢，已經是一個不智慧的開始。所以真正要奉獻呢，你一定要預咗這個是我的預算，是我的budget，是我必須，是我的責任。所以就是天國開個戶口，開個積蓄戶口，開個成日都看著我積存多少，開支多少、這個就是我們的心放在這裡。就好像咦，為什麼小孩哥一出生你就買定教育基金、因為你的心在那裡，你覺得這個是必須的、為什麼你要開個退休基金、的戶口、因為你覺得這個是我必須的。這些都是聰明的做法，但是如果你有屬靈的智慧，奉獻在你的財務管理上面，有一欄我要奉獻，積財寶在天，有個預算在裡頭，這個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沒有這個呢，奉獻就是等到我有錢剩就奉獻了，那這個不是、智慧的理財。就好像你的兒子打電話回來，哎，阿媽，我今天放工遲了一點，你留餸給我吧，可能要好晏翻啦，咁你点做啊？阿妈食剩就俾佢啦，冇嘅，个个都系咧将未食之前咧已经夹开晒，最阿仔最中意嗰部分就夹晒俾佢，然之后留好包好好，然后咧收起佢，等阿仔一翻到嚟就有得食。弟兄姊妹，我哋嘅奉献唔能够将最剩低先至啊，神啊，我奉献俾你啦，因为你唔将奉献摆喺哇！我要玩啊，要食嘢啊，之上，奉獻冇叫你將你嘅責任攞走嘅，你一樣要交 mortgage， 一樣要供養父母，呢啲責任係存在。所以哇嚇，又要有咁多責任，又要奉獻，好好理財咯，學下咯。好，第二咧就係智慧分配錢財啦。好啦，你既然已經將奉獻納入為你的管理財務的一個預算的裏面重要一項，是重要的一項，那你就學習了、奉獻了。那你第一 list out 出來，你的責任是什麼啊？ mortgage 啊、交租啊、水費啊、電費啊、cable 啊、電話啊、現鬆啊，巴拉巴拉巴拉，哇，是很多開支啊。聖經教我們那些你要做，包括所以幾大開支都好，奉獻都是你的難，無論你是 10%、20%、30%、5%， 一個冧心是你學習奉獻的開始，我必須要做。那你什麼cut得啊？如果奉獻不cut得，什麼cut得啊？你自己要計劃了，是不是？按能力了，所以聖經說，不單止盡責任，
按能力，按能力就是你要看看你自己的能力，都要奉獻，但是我的能力有多少？那你開始數著，啊，原來我有這麼多的開支，我要賺多少錢呢？啊，所以正如你買屋、買樓、買車，你都要計下我供不供得起。你不可以不按你的能力去貸款的，銀行都看看你有沒有能力還錢才借給你，所以你都要看看你本身的能力。啊，就算你盡責任有能力，上帝祝福你有好有足夠的錢來到奉獻，但是上帝看穿了一件事，有錢也不一定奉獻，奉獻也不一定甘心樂意。但是上帝說，我給了責任你，給了能力你，你懂得管理，有智慧，有錢剩，或者很多錢，而如果你奉獻得不甘心樂意，雖然責任已經托付了你，但是在上帝的眼中，這件仍然不是一件美事，更最美的事就是你能夠甘心樂意。上帝啊，你祝福我，這些我奉獻給你是應該的，啊，這個叫做甘心樂意。總結一下這個前提，忠心是很重要，忠心其實包含了要智慧的運用錢財，所以我們要努力學習用智慧聰明來到管理我們的錢財。最小的事在這個比喻裡面是金錢，大事是永恆的事，不義的錢財即是地上的財寶，有一天會失去的嘛，是不是？真實的錢財不失去的那些就是天上的財寶，別人的東西就是地上別人委託給你的財寶，如果你都不好好的管理，啊，你不好好上班，不好好管理的錢財，啊，上帝怎麼能夠托付你屬於你這些永恆的價值的東西呢？啊，就是你的福音，就是上帝給你 的托付給你的。其實什麼是屬於你的？你的屬靈生命就是屬於你的了。什麼是屬於你的？你的時間、你的恩賜就是屬於你的了。什麼是屬於你的產業啊？你的兒女就是你的產業，就屬於你的，上帝給你的。但上帝說你怎麼運用啊，親愛的弟兄姊妹，你怎樣管理你的兒女，你怎樣管理你的錢財，你怎樣管理上帝給你的恩賜才幹。上帝如果見到你忠心有智慧，上帝一定會托管你更多更大的事。親愛的弟兄姊妹，要能夠做到忠心奉獻，穩定奉獻，如果教會信徒個個懂管理錢財，穩定的奉獻，教會會怎樣？教會上帝就祝福他有穩定的收入，而且有盈餘，啊，當教會有盈餘有穩定的收入的時候，教會懂得理財的時候，上帝會怎樣？上帝會使用這間教會。原來哇，如果上帝祝福我們有的時候，咦，我們是不是只是顧著起更大的禮堂，是不是顧著更多很漂亮的裝修呢？這些都是可以的，因為上帝給我們自由去做的。但是如果我們說，啊，上帝給了我們這麼多，我們如果我們會好好運用，幫助有需要的教會，幫助貧窮的教會，幫助窮人，捐救救濟一些貧窮的人，看看這個世界各地很多窮苦的人，上帝有沒有讓我們用上帝給我們的祝福來到去幫助其他人，會用來宣教呢？這個是聖經的教導，啊，最後的提醒就是說，不要讓錢成為你的神，要忠心智慧地使用神給你的錢來到去侍奉神，不要作金錢的奴隸，作神忠心有智慧的管家。親愛的弟兄姊妹，我願神祝福你做一個忠心理財的好管家，教會又要學習做一個忠心理財的好管家。當上帝見到我們忠心的時候，上帝就將真實的錢財屬於我們自己的永恆的東西來到托付給我們，教會就蒙神賜福，被神大大的使用。親愛的弟兄姊妹，教會的口號30周年，提醒大家齊來敬拜，每個主日準時9:30，齊齊建立，努力的一起去追求長進，齊去報道，一起的出去來報道，齊心關懷，彼此關懷，
齊作管家，做一個忠心有智慧的好管家。聖經裏面有兩個美好的榜樣，耶穌稱讚第一個就是將自己積蓄一生的積蓄打破玉瓶，為耶穌的安葬，為耶穌的死來到去打破玉瓶，將香膏高抹在耶穌的身上，作在主的身上。第二個就是那個窮寡婦，先將他的兩毛錢奉獻，耶穌說這個是將他的餘生奉獻。哇，一個人能夠將他的失生奉獻給神，這個是最美的奉獻。讓我們一起低頭同心祈禱。神啊，我求你祝福我們，藉著今天的話語，耶穌你的教導，你要求我們忠心，更加提醒我們要有聰明智慧，求你讓我們認清我們的責任，又讓我們享受你讓我們的自由，運用你所賜給我們的金錢，讓我們不單止盡了地上的責任，更加是蒙你的祝福，有餘能夠幫助有需要的人，不單止我們個人，並整間的教會都交託在你的手中，幫助我們一起做忠心智慧的好管家，讓神你的家毫無缺乏，榮耀天父的聖名，聽我們同心的祈禱，奉主耶穌名求，阿門。 Enoch Life， 多謝牧師他一連串三次的訊息。咁咧，我哋喺回應嘅時候咧，我哋喺回應詩歌前啦，都有一啲嘅分享。咁咧喺聖經裏邊咧，除咗頭先牧師講嗰兩個人物之外咧，有一個人都俾咗，有一個人講句説話都俾咗自己一啲提醒。喺約伯記，我記得約伯呢個人好犀利，佢好有錢。大家對他一啲都不陌生，咁但係佢乜都有，但係佢一夜之間又乜都冇。咁當佢面對困難嘅時候，面對住呢個嘅掙扎嘅時候，呢個好觸動到自己。佢喺度話喺約伯記一章二十一節，我自己讀出嚟。佢話係我赤身出於母胎，亦都必赤身嘅歸回。賞賜嘅係耶和華，收取嘅都係耶和華。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其實這裡對自己一個簡單提醒，其實有時候我們特別信了一段時間的基督徒，其實對怎樣去奉獻其實不陌生的，聽很多的講座，聽很多的專家的意見，或者很多已經有經驗弟兄姊妹的意見如何去奉獻。但其實我們有時候去忽略了一個重點，就是其實我們不是第一個去想怎樣的去奉獻，不是想怎樣的去奉獻，不是說 how， 是說你願不願意做，你願不願意做，你不願意做根本不需要有下一步，因為怎樣 how 都好，永遠有一些藉口去認為這樣是對，這樣是不好，這樣是多，這樣是少。所以這句約伯提醒我們是赤身的來，赤身的去，其實我們原本什麼都沒有，是神什麼都給我們。所以在我們如何運用管理之前，先問一問自己，願不願意將我們現在有的，願不願意交給神重新的調整分配。我有回應詩歌，生命傳送你。会复说，承认心中积污，恳请主抹净，愿扫走困恼思绪，信靠你应许，唱出心中的新歌，再突破，将一
切献于你面前，生命全属你，心不变。愿此刻张开双眼，察看你心意，要将身心归给主，我立志。愿敞开心中深处，信你会宽恕，承认心中积污，恳请主抹清，愿扫走困恼思绪，信靠你应许，唱出心中的新歌，再突破，将一切献于你面前，生命全属你不变。愿此刻张开双眼，察看你心意，要将身心归给主，我立志，将一切献于你面前。生命全属你，心不变。愿开双眼，察看你心意，要将身心归给主，我立志。将时间交俾牧师。再次感谢神俾我哋今日一齐嘅网上嘅直播嚟到去敬拜神，愿让神祝福我哋每一个嘅人啊。好，咁咧报告咁咧報告咗幾次嘅啦嚇，咁咧就係聘牧嘅工作咧，感謝天父嘅帶領咧，聘牧委會咧成咗聘牧嘅工作啦，我哋都報告咗就係咧，天父差遣周潤傑傳道嚟到麥城咧，嚟到去侍奉嘅全職嘅侍奉嘅，詳細嘅內容咧，我會喺9月6日聯合崇拜中宣布啊，讓每個堂嘅弟兄姊妹一齊嚟到聽到。好啦，咁啊30周年咧，呢個嘅堂慶咧，網上慶祝活動咧，真係好豐富。好感謝神俾我哋一班好愛教會嘅弟兄姊妹咧，做咗好多嘅嘢。有陣時未必係做好多嘅嘢，但係個心咧，好多人問我係咪翻到可以翻教會聯合崇拜啊？我話唔係翻教會聯合崇拜好犀利㗎啦嚇，200多人咧坐埋一齊啊，唔得㗎啦。咁但係咧。我哋係網上嘅呢個30周年嘅崇拜，咁點樣洗禮啊？點樣啊？咁咧，我哋係錄影噶啦，係咪？然後咧，會到時會播放俾大家嘅，等等嚇。咁咧，但係當然同樣當日係直播嘅。記住9月6日咧係聯合崇拜啦，係早上11點，唔係9點半，係早上11點開始啊。咁咧。這個首先呢，我們在這個30周年裡面呢，我們有一系列的節目啦，我們有聖經的講座啦，神的話語是很需要，我們是請到鄭大剛傳道來到幫我們錄製一些聖經的講座。那呢9月4日呢是粵語的，我們會9月4日呢就放在教會的網頁，到9月5日就有鄭大剛傳道的國語聖經講座，我們就會9月5日放在這個的教會的網頁。到9月6日11點我們就有這個網上直播聯合崇拜，有部分的人呢，負責人呢就要回到去教會進行這個直播，但其餘的弟兄姊妹呢是在家中好像今天這樣來到去一同跟我們敬拜的。咁咧，仲有啊，今日加多一個咧，就係英語嘅聖經講座，我哋會喺9月11日係請到咧 Reverend Daniel Lee 咧嚟到幫我哋有個聖經英語嘅聖經講座啊，所以咧到9月13日咧，我哋嘅堂慶仍然持續喎，就係咧請到徐武豪博士咧喺我哋粵語堂同英語堂嘅主日崇拜裏邊咧嚟到去正道嘅，請大家咧嚟到去為呢件事祈禱。好啦。咁呢個有特別嘅報告咧，就係呢個30周年堂慶咧，我哋咧喺未來嘅2周，留心聽呢個報告啊！喺未來嘅2周啊，
即係8月25日到9月4日，未來嘅兩週裏邊咧嘅二三四五星期二三四五咧，係同埋9月1日到4日嚇，二三四五咧早上10点到下午4点咧係開放俾大家翻嚟攞一啲嘅嘢噶，攞乜嘢咧？就係咧，不過要首先打電話翻嚟預約。我哋開放俾你，但係要預約，要打電話。牧師啊，或者係冼姑娘啊 ，Stephanie 啊，我而家翻嚟啦，我會嚟攞呢啲。咁咧，我哋準備好啦，登記咗啦，有時間啦，你就翻嚟咧。我哋準備好曬咧，入喺一啲嘅膠袋上面咧嚟到去俾你嘅。咁攞乜嘢咧？有可能有4样嘢攞，但係至少攞2样嘢。第一，就是聖餐的獨立包裝。如果你在默城聚會已經受洗，我們一起吃聖餐紀念主。怎樣吃？在網上我們會派一些獨立包裝的聖餐餅和杯給大家封口的，到9月6日你才打開，打開之前你又找些酒精抹一抹下外表，潔淨了，你的手又洗好，然後撕開，然後呢在同一時間9月6日當日咧，我哋就一起吃餅飲杯，所以你要翻嚟攞呢個聖餐獨立包裝。如果你已經受洗，係喺默城聚會，我哋就請你咧嚟到去攞一個。第二個咧就係有一個 handmade 嘅默城鎖匙扣，印咗默城嘅logo 喺上邊嘅，有一位弟兄咧皮嘅一個嘅鎖匙扣嚇。咁咧好精心為我哋設計，作為一個今年30周年嘅留念品嚇，所以咧請大家咧係攞一個呢個嘅鎖匙扣嘅嚇。咁至少呢2样嘢咧係要攞咯喎。咁第3样咧，如果你有登記呢一本逆行禱告文集咧，即係黃牧師寫嘅咧，你咧有登記到咧，你係可我哋有登記嘅嚇。邊個攞邊個有登記嘅話，你翻到嚟咧，我哋會派俾你。第二咧就係咧。這個登記了2年讀完聖經的啊，其實呢我們應該在3月份派發的，但是3月剛剛疫情啊，那呢我們就登記了這個2年讀完聖經的啊，那呢我們就會派發一本新約的新譯本給大家的啊，所以呢有可能你拿4样東西，但至少呢你應該可能拿2样或者1样東西的啊。好，那呢下一個報告了。如果你頭先你聽得唔清楚，記唔到咧，你唔緊要嘅，打電話俾 Stephanie， 打電話俾黃牧師咧，打電話俾執事咧，都知道噶啦嚇。咁咧頭先另外咧呢個就係報告咗好多次噶啦嚇，網上嘅奉獻方法，由於疫情咧，我哋只能夠轉用咗呢個 e-transfer 或者咧大家寄支票嚟教會，記得填寫你個奉獻號碼啊。好，下一個。咁咧曾經喺7月26日。進行呢個網上奉獻嘅咧，係當日啊個記錄話俾我哋聽咧，銀行係拒絕咗存入教會嘅户口，係一啲嘅問題嚇產生咗，淨係嗰日如果你咁做，你發現啊點解唔收我㗎咁樣出現咗一個問題啫，咁所以咧銀行已經通知咗教會啦，所以我哋報告翻，如果你喺嗰日俾銀行拒絕咗嚟到去轉帳嘅話咧，請弟兄姊妹咧。嚟到去查明你自己嘅账户，联络你嘅银行，希望咧你嘅银行咧唔会扣取你嘅一啲嘅费用吓。任何嘅问题，请联络教牧或者潘陈以乐执事。好，咁咧基教部咧喺疫情当中咧，除咗举办1011网上嘅101102啦吓，我哋都尽量想咧自己嚟到开一啲网上嘅课程，但系未开到嘅时候咧。我哋鼓勵大家咧嚟到參與好多，原來因為我哋發現有好多網上好好嘅講員、好好嘅課程，我哋咧就特別推介俾大家嘅。例如忠神生命之道啦，呢個創世記啦，9月15日就開始啦。如果你想報名讀嘅話咧，啊，無論你以前識得上網報名讀，或者唔識第一次，都請你向羅陳佩森執事嚟到去報名，讓我哋統計一下有幾多人參與呢啲嘅課程。另外咧就係我哋嘅舞蹈班啦，嚇。歡迎大家咧嚟到去報名參加嘅。好，網上星期三晚祈禱會，鼓勵大家嚇，逆境當中多禱告，一齊禱告，彼此嘅守望啊！好，下一個就係咧啊，2年讀經計劃嚇。如果你跟住教會嗰個咧，請你到網頁上邊咧
来到去参与这个一年读完诗篇的读经计划表的。咁咧，教會重開嘅計劃咧，已經刊登咗喺教會嘅網站上邊。我哋係逐步重開嘅。咁咧，我哋做完一個 deep cleaning 啊，一個即係整間教會咧一個好深入嘅清潔之後咧，我哋咧有新嘅一啲嘅措施嚇。咁咧，我喺呢度好難詳細報告啊，請大家自己去教會嘅網站嚟到啊，乜嘢開放，乜嘢幾時開放，點開放咧？都是大家上網站來看或者向教牧查詢就可以了。好，這個溫馨提示大家都很熟悉的了，記住注重個人的衛生。好，今天的崇拜到這裡，讓我們一起低頭同心的再次祈禱。天父啊，我們感謝你，你真的給我們很多的恩典，你又給了我們有能力可以去管理自己的生活，管理我們的情緒，管理我們的舌頭，管理我們 的工作，更加管理我們的金錢。求主幫助我們做一個金錢的好管家，懂得運用我們的時間、金錢、才幹，你所賜給我們的，來到去盡我們的責任，地上的責任，亦都去積財寶在天，榮耀天父的聖名。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父上帝的同在你的慈愛和聖靈的感動，常與我們眾人同在，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阿門。神珍重你。